跑，然后穿女性的也是第一次跑。我的感受是，她对女生特别周到，她之前还做体检、做心跳跟血压，我觉得这个照顾得不错。然后第二个是跑这40层楼，是有一点辛苦，刚开始跑很兴奋，所以跑很快。后来大家都慢下来，可是我们旁边有女性互相加油，我们一起上去，所以然后中间还有补给站，想让我们周到。 然后到了之后，我们现在就可以拍照，大家都很快乐。因为我先生他很想跑的时候，他不给，也只有给女性。